很多菜菜，你在炒菜，用那个炒，那个是炒菜的，这一只是炒菜用的。小龟，你在泡咖啡呀？还是要打奶泡？诶，还未翕相呢，在遮。小乖在冲咖啡。哇，不心意做一个给妈妈吃吗？好漂亮的火锅、哦，等一下请妈妈帮你照相。照相，你先看着。哇，小乖，你拿那个是什么？杯咖啡。在做咖啡啊、哦？要泡给谁喝的？要给老师喝吗？